杨凯在这儿啊，是一个很年轻的啊，一个80后，所以真的是想要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没错啊，不是说我到学校报名交个学费就学得会的啊。是，哎，那这刚刚啊，你看我们这戏法有这个手里筷的，有这身上带的。刚才这手里筷的我们看了，这身上带的能给我们来展示展示？今天我还正好拿来了。哦，嗯。这口袋里装的是沙子面是吗？哎，我先把东西拿出来，我先拿出这样东西来啊，看认不认识啊？这样东西认不认识？刚才说的，哎，哇，细沙，沙子面，这沙子面到戏法艺人手里特别有意思，引出来。我今天我表演这一套叫空手炖沙，空手炖沙，空手炖沙怎么表演呢？看清楚，搁在杯里为的是看得更清楚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那您拿好这个沙子，我拿着。咱们先说明白我怎么表演的流程。把手攥紧，攥紧手，把沙子面一会儿拿起来，由上往下倒，就倒在手里。说到这儿都会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看的是打开手的一瞬间，手里的沙子踪迹皆无，就这么快。咱们试试看，好吗？空手攥沙，来。擦干了手，双手交代，十指漏风，没有夹带。左手攥拳，右手把沙子拿起来。倒。在手里吗？在手里、啊。在。没漏下来。没有漏出来。没有啊。来，没看清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在手里吧。在手里，在手里，没毛病啊。来，仔细看，别眨眼。来，现在还有吗？有，有吗？有点头有摇头的，别担心，别纳闷，在手里啊。再看，再看，在手里啊。对，在手里啊。多余的不要，别眨眼，咱把袖子蹬起来，省得认为袖子里好捣鬼。我数一二三，仔细看，一二三，眨开。你说刚才我说的是顿走，能顿走啊。还能取得回来，这叫一套啊！好比就在这放着一样，一会儿伸手一够就回来，一粒儿都不少。咱试试看。好，您来一来，再取回来啊！仔细看，别眨眼。双手交代，十指漏风，就空中一抓就来，就在这儿来一抓就回来。就是咱把杯拿过来，这你看、啊，手别动，仔细看看能不能回来。来，拿好了杯，拿着。来，仔细看，来。回来，来来来，回回回来，来来回来，回来。练的是这手法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太棒了。